原始点应用心路历程。在2009年的8月4号8点，这个时刻是我人生的转捩点。在这一天的早上，我陪着我的朋友去全美国最大最有名的癌肿瘤中心。我的朋友那时候是很严重的胃癌、肝癌，还有12指肠癌，是蛮严重的。那医生已经跟他讲说，从今以后你都不能用嘴巴来吃了，因为本来就放了一个胃食管，那一直跟他讲说，连水都是要用胃食管来灌，那就让他回家。其实你们知道，告宣判他要回家了是什么道理啊？是很残忍的事实。我这个朋友在同年的5月母亲节的时候，只因为胃酸倒流去检查，就发现这么严重。到6月，真的也是医生已经请他回家了。然后在车上的时候，我朋友就告诉我，哎，今天晚上有台湾来的一个中医师，要来帮他用原始点。其实我们根本没听过原始点，那个西医这么高大的第一流的医生都没办法了，我们怎么相信说一个中医师有办法呢？但是大家都知道，在这种节骨眼的时候，一个稻草可以抓，我们都愿意试试看。然后就在那天的晚上，差不多8点，我到了。张医师是那一次2009年的第一次美国巡回演讲，然后倒数第二站是纽约。那一天刚好是他的最后一天，人家就请他说来看看我的朋友。我到的时候，张医师一直在讲说什么本尊啊、影子啊，我们都听不懂什么叫做本尊影子，那好奇怪的名词，还有不着相，嘿，就《金刚经》里面的术语都，凡有相皆是虚妄的，哎呦，好奇怪哦，为什么，哎，治病还要讲《金刚经》的名词呢？然后我看到我的朋友也用红豆袋温呼了，然后张医师就说，那我们现在来试试看。因为我朋友有肝肿大，所以只能侧着。那张医师在他的背上就是按了来回两三次，然后我的朋友竟然说他舒服了很多。张医师竟然讲什么呢？起来，你可以吃饭了。我们以为张医师头脑有问题，因为我们有这个经验，只要吃下东西他就必须去医院从鼻子这样抽。当时我们都是在长岛，要跑到曼哈顿这个医院多遥远啊，所以我们不准张医师走。我们想说有事张医师你要负责。其实张医师很够意思，他就留下半个小时。那在这个过程中，我的朋友因为温呼了，然后再加上吃了东西，他开始那个体力开始有了，就开始一直讲话。其实在这一段时间，我自己在观察，我内心最震撼的就是说，我的自己的先生也是本来也是胃酸倒流，然后胆管塞住，为了塞通一下胆管，竟然真的是西医用很残忍的方法，为了胃不动，他把我先生的胃打一个洞，然后用个管子，然后再用个鼓风机。这是美国第一流的医院做出来的事，就用我拿鼓风机来刺激。我现在都想起来，怎么真是草菅人命，都不是在处理他的，都在处理他的果。我先生其实真的是活活的饿死。然后我看到我的朋友这么简单，温呼按推就好，我的先生没有他严重，就这样被整死的。那我心里的震撼，我就跟张医师讲，我就想说，你下一站是哪里啊？能让我的朋友这样子可以讲话，我跟着这我朋友这么久，那个胃不动，你这样用，就后面按几下，然后红豆袋他就能好。我是觉得太神奇了。然后我就跟张医师讲说，我希望你下一站哪里我要去学。因为张医师走了之后，我们大家都也真的是帮不上忙了。张医师告诉我说是在芝加哥，然后到了芝加哥就听了张医师第一天的演讲。他讲了什么呢？他那时候是讲寒凉伤人，重病都是阴寒引起，还有体伤。我的天哪，我最会推行生机饮食，我最爱吃凉的。我先生生病的时候，我就遵照什么某医师的疗法，还有某博士讲的什么金栗汤啊、小麦草汁灌肠啊，都用这个方法来治疗我的先生。然后我还到德州
去买那个青草膏，空运来的，那个还说要冰凉的，好，然后就往背上一涂。其实我先生是凉了一直发抖，然后再加上小麦炒制这样灌肠，然后金丽汤，其实都是太错误的方法把我先生整死的。那时候我就真的是听了张医师的演讲，我自己感动到哈，也是说我也很惭愧，我那时候都在推生机饮食，所以我在求他也到台湾去学。那时候要学原始点不是那么容易，所以啊，我从听到张医师的道理，还有在那边做的时候，我就深信不疑。我说这么好的东西，我一定要推给大家，我不要让大家家破人亡，像我一样，这是我的心愿，所以我愿意来推原始点。谢谢。